我呢度系政界广场嘅，呢个系东南门。我而家见个叫做猎德旅游区，临江大藏公园。呢边向南啊，出去落珠江嗰边。呢度呢条南天河南一路，我而家想睇下佢呢度后边入边嗰啲街啊、马路仔入边嗰啲铺头，而家究竟嘅业态系咩状况咧？我系个福利彩票，啱啱喺上海翻嚟都好唔慣咧，嚟廣州啲電動車喺你身邊左穿右插，唉，等等期間拍下路口啲電動車。好行得，呢度落去可能有啲鋪頭會吉咗咯。呢度正對住都有啦，已經有黃埔招租。不過呢個商場唔知點解，好似搞極都唔係幾旺。我而家唔知天河城南門對面，即係呢邊嘅馬路嗰啲啲鋪點樣？以前有段時間吉咗好多，不過後嚟好似兩三年又開始開翻啦，逐漸。咦？見到嗰個瑞幸搞嗰個同茅台合作嘅嗰個醬香拿鐵。呢個肥兔冰室。香港有，我喺荃灣嘅，係咪真係有？阿兔兔嘅攞咗佢個名，好似阿菜蘭，好似呢度嗰啲菜蘭咩點心咁。電動車隨時在後面過嚟，哇！又見到呢部噴霧車。我想大家回嚟杭州第一嘅最唔習慣嘅啲電動車，可能單車喺人行道度行，佢又冇聲喎，突然間喺你身邊度飆過，咁呢個係最唔習慣。我而家71仲喺度，一開一龍，我旁邊開咗麗苑冰室。睇下而家啲咩鋪頭都開，仲另外賣花添。
咪做精酿啤酒咯。呢间咖啡嚟嘅。撞咗撞咗 六運三街喺度叫。呢度以前好多賣衫嘅鋪添，呢度呢間係以前你識嘅 Key 嘅朋友開嘅，間日抹茶甜品嘅鋪，佢好似話個到期啊，個租約到期。可能傾唔掂租嘅，佢搬走咗，去咗第二度開。我之前見佢應該都做得幾好嘅。他之前找那些抹茶粉都是用了京都那個比較出名的什麼遠久小山園，好像是這裡又是咖啡，這邊這家不知道是什麼，嚇親阿姨的電動車，行翻轉頭啦，翻翻嚟呢個丁字路口位，呢間原志仲喺度賣衫，終於有間食麵嘅。家仲喺度，以前都經常會幫襯啊，奢侈品回收。呢度係間小學嚟㗎，唔知咩事。呢間居酒屋嚟嘅，我哋幫襯過一次，就個老闆娘一手腳自己搞。佢上佢老公係日本人，佢係中國人嚟。
多咗啲回收奢侈品啊，修理。哇！呢一粒蒲公吉晒，我做花燈啊，而家準備緊啊中秋啲啊。哇！呢粒蒲真係可惜喎，因為佢唔俾之前有做餐飲嘅，但係後嚟話唔俾佢有明火。唔知點解而家路吉咗咁耐。今年個中秋同個國慶啊黐埋一齊啊！喺呢度正對住個中信。呢度正對住呢個垃圾站，唔知有冇公廁啊？唔係好肯定。我而家翻嚟睇到呢度啲普遍都裝咗電梯啊，大部分。對住個天環廣場，入邊有個蘋果店，佢都請咗個唔知係咪視障人士咧，又會經常帶住隻導盲犬，拉布拉多，好似叫女仔嚟噶，死人唔叫 Irish， 好似晏間去探下睇下見唔見到佢先。蘋果店好多，全世界都會請一啲視障人士，我哋經常見到有導盲犬喺度，個主人翻工，佢就喺個台底度瞓覺休息。咩咩食堂。未到個地鐵口咧，我呢度撞到個欄杆隔開咗同嗰邊，以前冇，以前呢、這個。呢條街好鬼多人，而家好似真係少曬，啊冇曬嗰啲食嘅鋪頭啊，轉角嗰度咧，喺曬呢度。
咁識揾食嗰啲要嚟呢度平好多。B 口對面天鵝城啊，有個噴泉添。睇下啲辣鋪先，又話幾多外賣小哥喺度等生，喺度等單。哇！你一辣都冇喎，冇租出個都算差。你一辣，哇！城管趕佢哋走。哦，可能即係話唔俾佢，叫佢唔好放喺呢個位，要停喺對面旁對面呢邊。都唔呢一撅就好啲，啲鋪頭都一路連住都有開。好，今天到呢度先，呢个视频，拜拜。呢度是天环广场，喺天鹅城同政界之间。好有层次感嘅啲建筑。我呢度系，我后面是苹果店。一正去嗰边一辣啲。蘋果的黃牛，那些炒緊手機的黃牛，不知道現在要加多少錢。入面我都不知道算不算很多人，是多人的，算不算好，但未到水泄不通的程度。一個靚女買了一部 MacBook， 我啱想入去找嗰只導盲犬啦，個拉多，原來佢今天冇上班。啊，後邊呢個天環廣場，天環廣場同天鵝城夾住呢條叫天鵝城大街，以前冇名嘅呢條街，唔知幾時整咗個名。外面的天河路圍了上來，可能不知道整什麼，是整地鐵。再對面馬路就是天河體育中心，這邊天河城。這邊向天河路向西方向，這裡那裡有一間廣百，這裡正住天河城的正門呢度，哇！搞到咁多噴水池，以前好似唔覺。望到呢度呢個天環廣場上面個頂，好似個網咁。啊！呢個方向一堆人喺度排隊。呢個啲叫警務服務站，通常係扮。
我記得辦得最多就是港澳通行證，不知道其他還有什麼證件可以辦，可能拍下照片，不知道還有什麼。總之我都在這裡辦過，以前在這裡辦過港澳通行證。好，入天河城看看。哇，時代傾城這裡看，這裡天河城正門入了來。哇，這個左右這兩間都堅挺啊，這邊哈根達斯，右手邊星巴克，我想應該超過十年的這兩間店在這裡。有建行的，這間國企來的，這間名正言順。我們望回去中庭，好似天河城的中庭位，正對著三星在搞活動。哦，有點奇怪喎，咁呢度中秋國慶好像沒有搞咩主題活動咁。啱啱先講完，國企嚟噶嘛呢間。下面呢個伊岸仲喺度。欸，我用到山東老家，就是收購了葡萄居總店的個經營權，應該是總店而已，其他分店好像不知道有沒有收購到。總之這個山東老家最出名是餃子，可能我想說廣州人去吃山東老家。哇，這間伊昂好旺啊，原來埋單那裡的人多到圍曬隊。今天是中秋前三第三日啦，可能很多人出來買嘢過節的。你睇下有幾多人。我啱啱睇過啲牛奶啦，嗰個得一隻名字嘅係日本嘅，而家全部國產。相比起上我喺上海去嗰個九光百貨下面嗰個日本超市，嗰啲牛奶日本牛奶就多好多多幾款。呢種廣州都係少好多，呢個日本嘅產品都係少啲。呢個地鐵出口啊！以前成日一嚟體育西就喺呢個口出嚟入去天河城嘅呢個口。好，睇下呢個位，呢度就落去地鐵啦。而家四點半到，人流都算少。我落到嚟地鐵呢個入口，我諗頭先都係伊昂超市嗰度最多人，而家呢度呢個地鐵入口都唔係好多人啫。